早在2005年，坊间就流传着密特罗德生存恐惧的消息了，甚至在密特罗德 Prime 3中的一个终端里还出现了他的名字。而诞生在2021年的这个密特罗德生存恐惧，给我的感觉真的十分忠实地还原了16年前处于鼎盛时期的那个密特罗德系列的味道。对于这类鸽子狂魔游戏，我们真的很少给出类似评价，但事实证明了我们的长久等待是值得的。超长期的跳票不但给了密特罗德生存恐惧用上最新主机性能的机会，也给了密特罗德系列的主线故事一个完美的理想中的大结局。尽管在掌机模式下所有的东西都能正常运行，但想要获得完整的游戏体验，还是建议接上电视游玩。在高清大屏幕上游玩，就可以仔细欣赏被萨姆斯发射的弹药所照亮的背景中那些充满异星风格的景色了，并且还要特别感谢 Switch 能让我们玩到不掉帧的游戏，这真的特别重要，因为战斗极为迅速，而且在获得能力升级后还会更快。这种设计的好处很明显，它可以极大缩短玩家重复跑图所需的时间，当你后期再次面对前面那些强力 boss 时，就可以三下五除二的解决他们。比起 3DS 上密特罗德萨姆斯归来那些相当繁琐的操作，生存恐惧的操作可以说是既舒适又有趣。继承自萨姆斯归来的战斗系统，需要玩家对敌人的攻击时机有相当深刻的预判，才能有效做出相应的对策。这些操作包括但不限于冲刺、佯攻、闪避或是定时冲锋，你需要按相当多的按钮才行，因此 Pro 手柄将会是你的最佳选择。每次 boss 战时，我都得切换成主机模式才能愉快玩耍。可以说密特罗德生存恐惧的 boss 战是我玩过所有平台游戏中最棒的。初见时感觉根本不可能打赢，但当我努力打败了他们时，似乎我的整个游戏生涯都获得了升华。EMMI 机器人，与其说他们是 boss， 我觉得更像是潜行关卡，有时操作不慎被他们发现了，那就赶紧开溜吧。而且他们会将整个地图的区域变成一击必杀的属性，不过自动存档点恰巧会紧挨着这些区域，这让自动保存这个生存恐惧中出现的新功能变得相当受欢迎。但 boss 战里我不是很喜欢的一方面就是 QTE 系统，对那些已经可以轻松解决的 boss， 你也得一步步的按套路打。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老式的那种直接用200发导弹送他上天的打法，要不然我干嘛还要费心搜集这么多弹药呢？说到搜集品，密特罗德生存恐惧中不少导弹弹药或其他升级隐藏方式都相当精心，有些神秘谜题甚至让我在上班摸鱼时都在思考，而达成全收集也是完整体验这个世界的最佳方式。但并非人人都是完美主义者，休闲玩家也能在生存恐惧中收获快乐。拿我的游戏记录来说，我花了11个小时首次通关，拿到了82%的完成度，但这个数据绝不包括暂停时间。由于重做了地图系统，所以有时你得仔细研究地图才能获得前进的线索，我感觉之后应该会有很多玩家直接查攻略过关。毕竟生存恐惧很少会直接引导你到达任务地点，但是于我而言，我反而喜欢这种变化。作为一键寻路模式的坚定反对者，在这种需要仔细探索地图的游戏中，我一定要亮明我的态度。地图甚至是世界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游戏过程中会有几次十分有趣的变化发生，比如加强敌人或变更区域的进入许可之类的，我可不会提前透露游戏的后期内容给你。不过尽管密特罗德生存恐惧没有恶魔城的庞大规模，但也相当不错了。目前我还说不好会不会回头收集东西，但至少生存恐惧很好地把握住了节奏，提升了玩家获取新工具探索新地图的速度，甚至都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但如果你想随时都可以走走回头路，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啥也不管一路通关，不过我并不是很推荐这么玩。任天堂方面早先放出话说，生存恐惧至少可以终结密特罗德的一条故事线，不管你信不信，它都变得更加疯狂了。抛开那些复杂的剧情不谈，在故事的某个高潮时刻，萨姆斯做出了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选择，相当微妙，我已经等不及看到系列粉丝玩到这里的表现了。这种微妙在大部分剧情中都有体现，并不值得大书特书，不过就是一名赏金猎人和一群饥饿但却很无辜的外星人之间的故事。当然也一定会有一个崭新的理由让你与你之前那些强大的武器和装备做个告别。让我感到很新鲜的另一点就是，与类似密特罗德另一个 M 这种偏离密特罗德世界观太远，从而导致尴尬结果出现的剧情不同，生存恐惧选择直接忽略这个世界，专注狩猎。它松散的故事会将你带到地下、海洋、丛林、废墟，或者是实验室等多种多样的环境当中，可以说是忠实还原了密特罗德的经典风格。在时隔这么多年之后，我们竟再次玩到了如此正宗的密特罗德游戏。
这让我不禁感到一丝愤恨，明明有能力做得很好，可为什么在05年之后一款续作都没做出来呢？但我更多的还是开心，开心能再次玩到一款重回巅峰的《密特罗德》。尽管《生存恐惧》是一部有着几十年历史的游戏系列中的作品，但它依旧凭借着巧妙的创新平衡了年代感。难解的谜题、艰辛的战斗、变幻莫测的地图以及复杂的关卡设计背后，都能看出有着空洞骑士或 Ori 等新时代游戏的影子。而这些变革的背后也都有着同样的主题，那就是《密特罗德》。这些游戏也都是我所喜爱的，但《密特罗德：生存恐惧》的制作团队，这个现已混合了新老成员的队伍，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对游戏的理解与热爱。